血淋淋，神推送的带你去流浪。Hello， 大家晚安。谢谢雷雷送的军人，谢谢冯家人送的带我走。你在上腮红，这是有上跟没上，好像有一点点差别。这个发型中分欸，我还没有去剪，我明天才要去剪，我预约明天去剪。谢谢雷雷送的海底世界，透过直播很难看出来。我觉得还是有细微的差别，细心看还是看得出来的。其实呢，很多人说化妆就很像爱画画，我可能也是这样想的。我今天要走一个很淡很淡的妆路线，你不化妆本来就很好看。我化妆本来就很好看，我化没化妆本来就很好。我黑眼圈很重欸，我黑眼圈不是一般的重欸。谢谢林神推送的带你去流浪。
好久没有直播了，我等一下跟你们分享很多事情。耶、差不多了，就是平常淡妆的玲玲。因为其实我发现呢、就是我不知道什么，我之前刚学化妆的时候，很喜欢把眼影画很重，可能是因为觉得画眼影很好玩，就是我觉得画眼影很好玩。这样就可以随便乱擦，可是我后来发现超丑的，而且很脏，所以我之后就没有再，就是发现这个问题之后，就变得画的比较淡了。然后画的比较淡了之后，就几乎其发现其实可以不用画，所以我眼影是基本上不画的。然后淡妆我基本上不会涂口红，我会涂这个。然后这个是有点算是润色护唇膏，它是那个护唇膏，可是它是有润色的效果的，就是擦上去会有橘色的感觉。这样，我明天要去剪刘海了。谢谢林医生送的带你去流浪。今天来跟大家说一下富人与穷人思维的差异。富人的思维用钱在赚钱。就是我要跟你们分享我最近的生活感触，就是我先从服装开始分享好了，就是玲玲最近发现，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去翻以前我的照片，然后去找之前国小国中的时候的我，然后还有去找一些比较。就是因为我最近我在看很多书嘛，然后我就去看很多女作家的文章跟他们的照片，然后我就发现，哇，就是女作家的那些文青类型的那种女生，她们的穿着跟像这种女团的穿着真的很不一样。然后我就发现，我觉得，因为我之前有说过，我觉得安安的穿着很干净，然后我很喜欢那种，就是我就思考了一下现在的穿着跟之前的穿着的不一样，跟现在这个时代的女团跟之前的那种文青少女的服装的不同，这样，然后就有发现一些地方，然后我现在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爱上这种比较怎么说，比较干净吗？还是比较气质，还是我不知道，也不是说文青，也不是说，应该是说比较干净、比较气质，然后比较薄，比较没有这么多亮，就是很让人注目的颜色跟设计，我觉得这样很棒，就是很好看耶，就是有那种很耐看的感觉。时代的变迁。然后我今天简约，对，就是简约风。对，然后我今天就带我的玩偶去学校，
就带我的培根去学校，跟我另外一只玩偶去学校，然后我就被老师一直看。谢谢 Rose 送的护理师，然后就被老师一直看，然后觉得很怪，为什么我玲玲要带两只玩偶去学校？然后我最近在看书，然后老师就问我说：“你这看得完吗？”我说：“不知道。”他说：“这是第一本吗？”我说：“我已经看完《倾城之恋》了。”有的一直疯狂看张爱玲的书，还有，然后我那时候就抱着我的玩偶这边看书，就玲就抱着玩偶看书，这样无时无刻抱着玩偶。我最近真的爱上文学，不知道为什么。这阵子应该是我最常看书的时候，连上街。我跟你们说，林今天超扯的。我今天一整天都没有带，那个手机去学校，反正也不能玩嘛。然后就没有带手机去学校，是忘记，不是故意的。然后我就发现我可以撑整天，我觉得我超厉害的。现在哪有一个小孩是可以整天不玩手机的呢？就我。玲玲看书只看一遍吗？当然不是啊，我当然会看很多遍。啊，我忘记带我的木瓜来了，纯粹忘记带吧，纯粹忘记带啊，但是纯粹忘记带啊。我想说，我有书应该可以吧。我两分钟没有手机就不行了，就是我现在就在慢慢训练我自己，就是可以从没有手机或是无聊的时候看书，到有就算有手机，我也会把书拿出来看。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有点慢慢变成说是有手机还是会拿书出来看的那一种程度。我觉得我要好好训练我自己，是那种我希望我到高三是那种。高二暑假，我希望我有一个目标，就是我可以泡在图书馆看书。谢谢林晨辉送的带你去流浪。你也不可能一直看林林的照片吧？是中毒多深？好笑，挺不错的自我训练。对啊，其实我发现现在滑手机滑一滑，好像都在滑同样的东西，看了好像也没有什么有益的东西这样。戳戳你，家属方日入魔福利耶，截图有截到吗？这世界上有看不完的书，可以打发很多时间。玲玲喜欢看电影解说吗？我会看电影解说。可是老师说我看不完，是我太我老师说我看不完，我不知道是老师觉得太厚我看不完，是我看不老师觉得我会看不下去。我在想老师的意思应该是说太厚看不完。这只带去学校，谢
写雷鸣轩会送的《带你去流浪》，而且那时候我玩偶掉了，老师说我本来要帮你捡，我想说老师你其实是不是想要玩那只玩偶，感觉想把那只玩偶捡起来。OK OK， 我跟你们说，就是我最近跟我朋友聊天都是聊关于文学的东西，我最近真的是疯狂爱上。对，我觉得看完书就有一种很有成就感的感觉，而且我还会看书，看到我喜欢的句子，我还会把它抄下来。为什么学校不可以带玩偶？如果学校禁止我们带玩偶的话，我可能会发疯吧。喜欢看什么类型的书？小说或是真实的故事，就是小说或是以自己的真实故事去写的。然后小说的类型应该是故事的小说，不一定是要言情，也可以是故事的。对，可是其实小说多半都一定会写到关于言情的东西。谢谢凌晨会送的带你去游览。我最喜欢的作家是香港是不朽，然后台湾的话，我不知道为什么台湾好像没有什么著名的女作家，就算有的话，他们也只是出了几本，就是那一本，很少有人可以连续出好几本。然后在台湾，我目前是还没有看到。如果有人有知道的话，可以分享给我那个作家吗？我想去查一下，我想要研究一下台湾有哪个女作家有写过很多书的，我现在知道的也就只有几个而已。这样，好，国外的，我其实不太看国外的，因为国外的书感觉都很什么《哈利波特》啊那种，感觉很奇幻的感觉。但其实我没有很喜欢奇幻，就是我多半喜欢看写实的东西，可是我有时候又会觉得写实好腻哦。青春系不一定要青春的，其实我现在看都是关于比较大人类型的，就是例如说社会上面会遇到的东西。海明威《老人与海》，我知道海明威，可是我们现在在读的不是海明威，我们现在在读的是夏曼兰波安，就是那个达悟族的那个夏曼兰博安。看了书柜，不，我没有书柜，我有书柜，我没有书柜，我家没有书柜，可是我有放书的柜子。这样，我们家有书柜是在我阿公阿嬷那边的房间，我阿嬷很多书，可是我阿嬷读的书都是那种文言文的书，因为我阿嬷跟我一样有遗传到就是文学国文类型的比较好，所以我们都在看很多书。像她最近在看就是那种这么厚的那种字典大小的《红楼梦》，然后完全没有中文翻译的，然后我看的是这么小本，然后还有中文翻译的，我都看不下去。阿妹居然看文言文，对啊，因为我阿妈很有研究过历史跟国文这样。阿嬷也是才女，对啊，我最近居然被称赞文青写少女，我真的是我没有开心，我也没有怎样情绪，我只是觉得很，我第一次被称赞就是这次，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之前读都没有被称赞过，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就是因为看了
我最近就只是单纯爱上看张爱玲的书，就被说文青。可是我之前看什么？我之前看什么？那种，我之前看什么？我之前看什么心理学的书，或是那种推理，或是什么推理小说，其他都没有人说文青。可是我看他张爱玲的书，就会有人说我文青。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可能这个作者可能。他对大家印象可能就是大家对他印象很深吧。没有，因为其实我从小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很喜欢背唐诗，就是我从小时候是那种我不知道那时候是几岁，爸爸如果记得的话可以告诉我一下嘛。我那时候几岁？我那时候就是好像才不到幼稚园，我就会在家里背唐诗，然后背给全家人听，然后。就是教家人背唐诗，我不知道我那时候才几岁，我那时候背的是什么曲项向天歌，什么白毛浮绿水，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三岁，对，那时候我才三岁，然后我三岁就开始背，然后还教就是家人背诗，可是其实我不懂，我不知道那时候。我到底是从哪里知道这个诗词的？我查一下，查一下，我查一下，我是天才吗？对，那然后那首歌是《咏鹅》吗？《咏鹅》对，然后是《歌宾王》，其实。我觉得这个作者好像没有很有名的感觉，对，就是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可是其实我不太清楚，我那时候是为什么会知道这个东西。我觉得我真的很厉害。然后我那时候还拿，因为那时候是吃饭时间，还没有上菜，还是我不知道休息时间，我就拿，因为没有棒，就是老师不是都会在讲课的时候都会拿那个棒子嘛，然后我就拿筷子。他说：“大家跟我念一次，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然后就觉得，哇，我好厉害哦！然后那时候，从我那时候不知道几岁，然后我好像是做了一件事情，然后我就说自己的事情自己做。那时候我好像才4、5岁吧。然后还有，我真的是天才耶！那时候我不在台湾，对，我记得那时候我不在台湾。然后就觉得哇，我真的好，现在想起来也太可爱了吧。然后那时候就很喜欢跳舞，这样很喜欢表演，就会在阳台那边拿着扫把，然后当麦克风表演。然后有一次还是把那个毛巾丢到楼下去，就是大楼的楼下，我不知道怎么弄的，我就觉得跟我弟弟在那边玩。谢谢玲玲神推送的带你去流浪。是的，你是天才。可是其实我觉得关于文学，我国文方面吧，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大爸妈没有好好的栽培我。我觉得如果环境可以改变一个人，或是造就一个人的话，那我真的会觉得说，如果我真的是有这个脑袋的话，那为什么爸妈没有好好的？可是我觉得我也有一半有一部分是怪我自己啦，太爱，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期走中，可以这样讲吗？不知道为什么不太喜欢读书，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到了高中之后学了戏剧之后就发现了很多新的世界，然后就开始看很多书。我现在应该是希望我下一次是手机没有用，不是除了直播或是发文或是重要时间，我应该就是关机状态吧。因为其实现在。一定都是因为滑手机的关系，导致让很多小朋友都没办法好好的认真把心静下来，好好读书。像我就是其中一个受害者呢。3C 的世界，然后我就很喜欢背很多，诗词，就是看到什么就会想背这样。然后我最会背的一首诗就是《将进酒》。嗯，我超会背《将进酒》，我超会背。
然后就是看到喜欢的诗都会背啊，像上次我看到那个席慕容的那个一棵开花的树，我就把它背起来。我最近蛮想背《长恨歌》的，可是我《长恨歌》太长，我怕我背完就忘了。谢谢小薰送的《早安宝宝》。没有啊，现在就是会跟朋友开始聊小说了，就会开始我就会跟我约朋友，我们要不要一起写小说这样。对啊，手机的魅力到底是什么？而且我觉得我看手机其实也没有在玩手机，我其实玲玲是不太玩手游的，因为我不太很喜欢。我跟你们说，我从小玩游戏都不是玩什么枪战啊，或是什么擂台战啊，或是那种小男生会玩的那种游戏，完全不是。我都在玩什么打造梦想家园，或是那种庄园游戏，或是那种咖啡厅那种打造什么的游戏，跟那个设计服装那种，帮小女生弄头发那种游戏，从小就这样。然后我就算要玩游戏，我也玩这种。你会觉得很奇怪吗？就有点类似少女咖啡枪的感觉。谢谢小英送的小比目鱼。然后就觉得怎么会这么少女啊？然后现在就比较没有在玩，现在就算滑手机也是看 YouTube、IG 跟朋友聊天，多半会看 YouTube。然后 YouTube 看的要么就是电影，要么就是影片。然后我看的影片也不会是那种什么网红类型的，我看的影片一定都是新闻，或是我会看新闻或是我有兴趣的新闻议题这样。我还会去查资料，就是我之前国一的时候，高一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好像有一个艺术概论的课吧，然后我就上网去查很多关于抽象化的资料，然后就把它画成一个心智图。然后我昨天去找回我高一画的那幅画，我觉得我好有才华。自己讲，我怎么就是哇，我竟然画出来了，就是竟然做到了，这样就是觉得自己好像如果努力的话，好像可以做得到。所以我就发现，对，如果心智图对我来说很有用的话，我为什么不把心智图拿来当成剧本分析呢？就是可能你们知道心智图吗？就是中间一个主题，然后画一条线延伸过去。然后想说，剧本也可以。好，假如今天的剧本是随便讲一个剧本大纲，剧本的主题是想念，然后包括然后剧本的角色里面的角色爸爸妈妈弟弟哥哥，然后他们对上谁，他们的个性是什么？我想说，我用这种方式好像还不错。我觉得那时候就是洗完澡的时候在想，我觉得我想改天可以试试看这样。同学应该反而觉得你不太正常。对啊。我现在朋友都觉得我超怪的。我朋友说怪怪的，他说怪人，你还可以不要这样吗？我说我没有，我很怪吗？对，大家都觉得我是怪人。然后那天我就说，我就问朋友说你会背诗吗？我说是我背什么诗啊？我怎么说你会背诗？然后我就在背诗，对，我就在那边背诗。然后他就觉得，我的表情是这样，什么东西啊？谢谢 NCC 你们送的可爱水母，谢谢马克杯送的可爱水母。就是我国小的时候是那种会看那种厚厚的那种绘本，童话故事的绘本这样。然后到了国小一年级到四年级的时候是看那种绘本类型的，然后到了五六年级就开始看那种厚有点厚的，可是那个是大字，然后是没有注音的，没有注音符号的。然后到了国中是看那种，就开始真的是看厚厚的那种，然后字变小的那一种书，然后多半是关于
我不知道我那时候是看的什么，国小那时候，我国小我有看过一本书，很好看，叫《花开知识》。然后那本的书我看了之后，我就爱上看书了。然后我后来就发现，我看书不喜欢别人打扰我，就是那时候是已经午休的时候，大家都要睡觉，基本上午休时间就是睡觉，我就在那边看书，然后就叫我睡觉。我跟老师说：“老师，我快看完了。”我就真的这样跟老师说：“我说老师，我真的快看完了。”老师，我真的快看完了。然后就是说：“哦哦。”好，算了，不想打扰你看书了，这样。然后到了国中之后，就是因为发生了一些，就是台湾好像有几个女作家有开始出现了，然后那时候国中就非常爱买书，就是就算买了那种书我也看不懂，我就还是很爱买书，然后一直翻来看，一直重复看，看不懂就查，然后就是买了很多书啊，那时候就是买了《脱北女孩》跟。你的善良必须有点锋芒，就是登很多书，还有只想活得漂亮。然后到了高中就开始看，到了高中就开始看张爱玲跟《红楼梦我很想要把《红楼梦》看完，对，我超想把《红楼梦》看完的。可是我觉得有点困难，因为没有找到一本，就是我觉得《红楼梦》怎么讲，我需要先看影片，我才能知道它大概是讲什么，我才能看书。书真的很难看完，很难看完，很难看完，尤其是那种可以被翻拍成电影的书，超难看完。《哈利波特》就是啊，这么红。我最近超想背《长恨歌》的，就很喜欢背，乱背东西，然后背起来，背出来就很有成就感。下次什么才艺表演都开始背诗。哎 欸，真的最近有点想要留回中分，你怎么办？我不想剪了，明天就开始剪刘海了。我可以跟他说，可以跟那个设计师说，我可以剪空气吗？看，现在露露都不留言，代表露露现在完全跟我脱节，连露露也觉得我是怪人。我刚睡着了，我最快的时候大概一个礼拜可以看1.5本，都是三四百页的那种。是跟设计师沟通一下好了。我最近比较少看课外书，我都看课外书，我都看课外书，尤其是国文。我很爱国文，我真的好想考中文系哦，怎么办？可是我觉得读表演读到中文系，我觉得蛮厉害的，蛮厉害的。从表演读到中文系，真的蛮厉害的。我想背《汉皇重色思倾国》，欲与多年求不得，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头一笑百媚生，6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很硬哦，对啊，大家都说很硬哦，可是我其实不太懂是什么意思，你读过吗？我觉得中文系是要看学校什么台大中文系啊、清大中文系啊、政大中文系，都感觉就超难考。可是你如果说什么东海这种私立的，就比较可能可以。
好，我最近打算背长恨歌，我等一下要把它抄起来。我的笔记本终于有用了，下次分享给你们，就放下次分享我写的笔记本给你们。谢谢玲玲神推送的带你去流量。我觉得我这变太多了啦，你们会不会不喜欢现在的我？我跟之前真的变太多了啦，真的啦，我跟我说真的是太扯了。我15岁进来 TP， 然后那时候完全就是一个没有，其实我那时候就是有，其实我那时候其实也没有像我之前那样这么的叛逆。我觉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是一个一进到一个新的环境我就会变得很怪的人，因为我不太，我不是一个到一个新环境就可以很适应的人，就是我需要的是时间。然后我就不会，我就，而且我那时候8个人21生，我又是里面年纪算小的，就是不会很会，不会教自己，也不会，也没有很会适应环境，然后也不会很会，也就是也不会很，就也没有很会看别人脸色，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其实也没有到屁孩，但那时候其实就是不习惯这个环境，然后之后就好一点，之后就比较像正常人了。可是不知道什么，最近可能是因为太常看书关系，就变得有点跟之前又不太一样。谢谢 Rosson 的掌声鼓励。而且我们这个班级，我现在读的是从小到这个班级是戏剧组，我不知道是不是科系的关系还是什么关系，我第一次看到我们科系有这么爱读书的班级耶，就是超酷的耶。我国小有几个人爱看书，但是也没有到这么夸张。国中更没有了，国中几乎没有人在看书啊。国中大家都在考试，考会考。然后高中高二的时候，这个班级是我遇过最多人看书，就是好多人在看书，而且是那种看书可以看到上课都在看，然后。因为其实我们班导，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之前也很喜欢看书还是怎么样，他其实看到学生看书他是不会阻止或是也不会去打扰你的，是他会要跟你讲话的时候是你把书合上那一刻他才会去跟你讲话，因为你知道看书就是需要很大的专注力，不然你知道有时候我看到一半就忘记前面在看什么，就是我看书看到一半忘记前面在讲什么，我还会翻回去看前面到底在讲什么，然后再看回来，然后看回来如果看错行我要再跳回去怎么看，所以我看书其实不算太快，可是也不用说到很慢。我还有遇到真的是看书比我看还要慢的人。如果说这就是长大的话，15岁的我现在才16岁到17岁，那也变太多了吧？那你们有能想象我17岁、18岁之后的改变吗？哇，有点期待耶！我现在有点期待，希望不要，对，希望不要走偏就好。谢谢 Happy Love 送的可爱水母。TP 有谁是喜欢看书的？好像只有我会把书带去彩排看哦。哦，谁啊？想一下 ，TP 好像没有什么成员是喜欢看书。有人知道例子？思琪。
熟女。哎，我跟你们说，我觉得超酷的。那时候我们班有一个女生，然后是功课很好很好的女生，然后她就是有点孤僻，可是她各方面都很厉害这样。然后她妈妈和她有一天去某间百货公司，我现在把那个百货公司的名字讲出来。去了某间百货公司，遇到了我，然后我刚好也在那间百货公司，然后就碰到了，然后他妈妈就称赞我很文静，很文静还是什么的，很淑女还是很文静。然后之后我那个朋友就同学就跟我说，然后我就吓到，想说真假的。没有，我彩排的时候是前座的时候，因为前座我们是二期生跳完之后就在后台休息的嘛，对，然后那时候就会比较有时间，不想要一直滑手机会滑到腻，也不想睡觉，因为音乐很大声，所以我就看书。彩排毕竟是工作，笑死。救急文青美少女，我想没有，可是我觉得我最近还是，我觉得我们还是不会被定为那里，可能要需要一点时间。我觉得我现在的被定位可能就是可爱，还可爱的小女，可爱的玲玲这样，可爱的玲玲。而且前几天我就说，前几天就是小迪前辈就跟我说，就问我说你是想当演员？我就分享了一个。就跟他们分享了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舞台剧演员，就是我最喜欢的舞台剧演员就是他这样。然后小迪看到说，哎，他感觉他跟你长得很像，哎，连气质也很像。我说真的假的，有吗？说有啊，超像。他就找了一张照片，就说这张超像超像。我说他比较漂亮，我说你以后也会这样漂亮啊。然后他就问我说，你是想当演员吗？我说嗯，梦想。他说可以啊，感觉可以哦，加油加油，哈哈哈。但是要慢慢来，不要抢拍，因为其实我最近发现我很容易抢拍，就是我跳的时候很容易对不到拍，然后而且一定都是抢拍，而且我抢拍真的很严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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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严重的那种抢拍，我是世界级的抢拍大王哎。然后老师就跟我说，我觉得你的舞蹈是动作都是好看的，他说。我知道舞蹈有五分是靠天分，五分是靠努力。他说你舞蹈有些动作是天生就是好看，但是你的拍子不要再抢拍了。然后我那时候他说，老师就说我很想要让我知道，我很想确认你对到拍，可是没有，你没有对到拍这样。然后就是看得很着急这样，然后说好，对不起，我会改进。因为跟玲玲熟的人都知道我音乐超烂的，我完全没有音乐的脑袋。就是我朋友跟我说，你有脑袋，有啊，你的脑袋都是国文脑啊。我说，哦，我都被我朋友说你是怎样，就是只有国文可以吗？这样我说对啊，我说我不会出发。可是我怕我以后变成文青类型的，你们会不喜欢。而且我太大了啦，那个差别真的太大，跟我之前那个差别太大了，太不真实。可是真的，其实我很爱看东西，就是不一定是看书啊，就看电影或是很多东西。可是因为我们老师，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老师，就是之前是那种看很多场电影、看很多场表演的人，他觉得我们东西看的还不够多。他希望我们看更多这样，所以我就会听他的话，看多。好冷，喝水我一直掉。但其实我没有很爱看电影诶，不知道为什么，我比较喜欢看书，就是书跟电影，我宁愿选书。好不习惯哦，我真的是第一次被这样讲，真的好不习惯。
我觉得脑袋中的内容跟表演其实没太大关系，就是表演是我觉得我有我有国文脑跟那个啦，其实也没有到很有啦，但是是我以我的标准来看，以我的就是兴趣指向来看的话，我应该是艺术型的，然后艺术型就包括文学算是艺术型，然后还有舞蹈跟什么肢体开发，所以我对就是肢体就是跳舞还蛮有表演情境吗？情绪吧，情绪就是知道哪个点要什么表情，这样可能现在是不理你，然后你的表情不可能是可以是这样，可是又没有很贴切，不理你。那如果是不理你的话，就会比较符合，然后粉丝搞不好也会比较喜欢。这样是吗？我不知道，不知道你们有比较喜欢谢谢雷松的厉害，或是说女孩的关心，然后你不可能是像我不理你那样，这样很女孩的关心很怪，所以就是笑容，然后女孩，然后这是甜美笑容。好，还有一个地方是，有时候我会做说光爱情，有个地方是温柔乡什么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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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有一个词是温柔乡，然后我温柔乡的时候是这个动作，然后我就可能会有一种真的很温柔的感觉，不会这样觉得这只是一个动作，或是谢谢林神在送的带你去流浪，或是新冠沙发。里面有一个动作是，记得我被他拒绝，痛得多狼狈，然后乒乒乒乓怪停不下，再用大尺寸写，然后用大尺寸写，我可能就是用大尺寸写这样，然后对，就比较有动作像到歌词，还有。Reset 里面，我跟妮有一个点，有一个 part 是站前面，然后就是噔噔噔，那是什么？不打算平常，然后就有点像，有点闻香水的感觉，就有点那个香气的感觉，这样。然后就跟如果看东西就是这样看，然后搬家了，不是有个什么连猫带走换新的住所，连猫带走换新的住所是这样子吗？然后连猫带走，我觉得连猫带走换新这样，这算是小细节吗？这跟看东西有关系吗？好像有一点，所以我越来越被你的表演吸引，可能是因为这些。谢谢玉人。
好久没看嗡嗡直播了。你们觉得嗡嗡中分比较好看，是有刘海？刚好要第一次演出，我记得是在音乐的欢乐，来点别的。谢谢 Rosam 的比心，你表演感觉很有魅力，谢谢。嗡嗡直播的时候比较聊得开，现在比较也没有说现在聊不开，现在比较会讲一些还关于他自己的事情。我通常不管谁好像都是喜欢露额头，他说他休息期间在干做什么事情，好像有变。好像也还好，真的没有太多伤感的情绪、啊，你知道吗？八个月其实很长的时间，如果你每天都在难过的话，那时间就被浪费掉了。来，就练习哦。我在这段时间内，我觉得我自己唱歌有进步，我几乎每天都在唱歌，自己练习。是这两个，然后看电影，然后有时候去翻翻书，就大概跟你们的生活是没有那个出入太多，对，很一般。而且你感到十分欢喜，心态也变了。我是觉得啦，我想要中分的时候绑双马尾看看，可是感觉就不好看嘛。哎呀呀呀呀！再下来了，再下来了。这是生日帽吗？哎，你们要怪要怪我妈哎！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我要讲什么。其实玲玲很想要去那种画室学画画，我从国小的时候就很想要学画，就画室学画画。可是我爸妈都不让我学，他们觉得浪费钱这样。我想说，因为其实我家人有亲戚是那种很会画画，然后可是他不是去外面学，他是自己学，然后画的也可以画很好。所以我爸妈就觉得说，为什么你要去外面花钱学？你自己可以画的很好。你们看，口红就是口红的跟唇蜜的差别。然后我要另外一个红色的，可是太红了，所以我现在没有要用的意思。可是有些人会把腮红当，有人会把腮红当，啊不是，有人会把口红当腮红，有人会把口红当成腮红用、欸。我觉得他们超厉害的，我试一下。
然后他们还会怎样，你知道吗？他们会用画一个爱心，然后把它推开。好，我点了一点，我试试看，你试试看好不好？可是那个是太红，上次施雅用就吓到了。有吗？好像有哎、欸。新鲜的呢，擦太久才推开，不然会干掉。而且这个是挺好看的，蛮喜欢的。哇耶！恭喜玲玲发现新大陆了。哎，那眼影可以吗？眼影可以吗？好，不闹了。我想用手涂涂看眼影。用手涂眼影的感觉，我试试看。手上的眼影，就是用手上的眼影哦。我现在要用刷子上的眼影，看看有什么不一样。太酷了！谢谢顶神来送我带你去流浪。
很明显的，这边就比较浓，很明显的吧。然后这边就比较淡。哇！我发现了，哇，好开心哦！我知道了。好，那我以后舞台妆就是公演或是有表演的时候都用刷子，然后平常就用手。恭喜李宁发现新大陆了。你们比较喜欢哪一种？这是比较浓的吧，然后这是比较淡，这好像比较看用手上的比较好看啦。我以后都用手上好了。可是这样好怪哦，一个淡一个浓。我也喜欢淡的。手的很好好看哦，怎么会这样？我怎么现在才发现？好，我以后用手画。而且，哇，太酷了！新大陆了。那我们现在要换的是睫毛膏。其实玲玲一开始是很惧怕夹睫毛的，然后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就习惯了。谢谢林神，为什么带你去流浪？我们现在是要先画，我现在是要先画比较淡，比较我们现在画比较细的，跟比较没有那么浓密的，可是是细长的。我们现在画细长，然后等一下画浓密的。然后因为我既然想说这边都比较浓了，让我就这边就画浓的，然后这边画细长的，然后让你们选比较喜欢哪一种。
然后如果你们选的话，我以后直播或是活动可能可以用这种活动。如果外出或是直播，可能都用这种妆容，这样活动或是表演都用这种妆容。好，我来画比较细长的。然后现在这边画浓密的，哎，你们不觉得这个蛮好玩的吗？这感觉有点美妆实验室，感觉蛮好玩的。腿麻掉了。要画浓密的哦，期待一下。其实都差不多。妆比较浓的话，就变成说好像这边比较好看了。就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眼影深度的关系，就变成说如果上眼影的话，上眼线的话，就变成说这边比较好看。太酷了吧！太酷了吧！如果是要上眼睫毛，如果要上睫毛膏的话，就变成说是要用刷子上；如果是要用全淡妆不上睫毛膏的话，就用手上。然后就是红色的，我喜欢就是用手涂，
粘在后面这边。好像其实还好。可是我倒是蛮想，我倒是蛮想看看用红色涂腮红会怎样的。红色好像也可以耶，太酷了！好，玲玲的化妆实验小教室，嗯，下来教给我送了，厉害。喜欢红色，那我以后就用红色。红色就比较红，对对对对对，没错。你们等我一下哦，我想去烫头发，我想要烫头发，可是我现在手好脏哦。再去学校，然后老师就一直看我的玩偶，然后我就睡觉的时候就抱着我玩偶，然后就一直看着我玩偶，好笑，超好笑的，然后真的很好笑，太有趣。我来介绍一下我的化妆品好了，太无聊了。首先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护唇膏，对，然后不能告诉你们是什么牌子的，我觉得还不错用，可是不能告诉你们什么牌子的，然后反正你们也不会去买。然后这是一个口红，这是唇蜜，唇蜜的不同就是它。它涂起来会有那种光泽的感觉，好 bling bling 亮亮的感觉，可是它快被我用完了，它还有一种怪怪的味道，可能是快过期，可是又不是过期的感觉，不知道还有电池的味道，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我还是会用啦。这是然后这是快用完的遮瑕膏，我要去买新的，我要去买新的遮瑕膏，对，然后这是朋友送的腮红，然后它其实我觉得它没有很显色。谢谢林神来送的那里去了，然后就是它涂起来就是这样，就是它是金属色，可是它真的没有很显色。
需要涂很多很多。你看，我用口红涂的跟这个涂的，就是完全的，对啊，形成一个对比。然后就是高光，高光就是这样，妮妮送的，就是涂起来是会这种亮一片，亮一片，我不知道你没有看到，可能是因为没，可能没有看到，就是这种光泽感，嗯，然后就是一个腮红，然后就是唇润唇膏。还有就是我上次介绍的有爱心形状的粉底，可是其实我觉得没有很好用，我觉得普通，没有到很好用，但它是长得可爱，这样讨喜。跟这两个，我跟你们说，其实那时候面面前面就看到我买两个，他就说我很奢侈，但并没有，这两个很便宜。这一盒不到300多，这一盒才300多，我不知道，反正忘记多少，然后就买一次买两个，而且是分批买的。然后我从我去年用到现在，快一年多了吧，并不奢侈好吗？用很久了。口红跟妮妮比起来，我就也才真的口红，说称得上真的口红，也就只有这两个而已，好不好？我真的超省的，玲真的是超省，拜托，玲是客家人哎，超省的。然后这个是刷具，哦，超省，超省。我想上厕所。哦，介绍给大家看，就是今天的裙子跟衣服。好，这就是我所说的简约风。我要去厕所，我想去厕所。我想去贴个便利贴，我想去小厕。我刚喝太多水，可以吗？等我一下。我等一下可能要被家人骂说吃不去什么厕所啊？就真的很想上厕所吗？就像上课的时候想上厕所，老师问你怎么不下课去上厕所啊？我那时候就不想上厕所，一样的道理。好，我去厕所，等我回来。
玲玲最近中分有真的有变成熟吗？真的中分使人发型使人改变欸，天哪 ！Hello， 怎么回来突然变这么多人了？哦，原来是本丸来了啊！本丸在我要关播的时候来，本丸，而且现在已经9:02了。谢谢大家送的玫瑰。而且我要关播了，怎么大家才来呢？为什么？为什么要是偏偏等到我快关播的时候才会有红包？为何？那我来唱个歌好了。可惜本丸今天没有听到我前面讲的内容，本丸可以去补档。点歌，点歌，点歌。刚到家，辛苦了。恋人心。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两岸的上车，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有了越勇气的正是时候，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久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春风，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又再一次回到凉凉深秋，牵你我的手，像温柔野兽，把自由交给草原的辽阔，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太多，你是我的梦，像北方的风，吹着暖风悠悠远的哀愁。我们小手拉大手，今天加油，向昨天挥挥手。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两岸的山丘，还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作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感谢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又再一次回到凉凉深秋，这样向前走，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加油。今天别想太多，你是我的梦，像北方的风，吹着暖风悠悠远的哀愁。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加油，向昨天挥挥手。牵你我的手，像温柔野兽，我们一
直就照样向前走，我们小手握大手，从前别想太多，是啦啦啦啦，像北方的风，穿过遥远的海潮，我们小手握大手，今天加油，向昨天挥挥手。建议本丸去补今天的档，今天的档很好看哦，自己讲。今天的档就是关于我最近的心境。我喜欢你任性的样子。这是你的，这是我的，以后都是我们的。喜欢你撒娇的样子。喜欢你撒娇的样子是什么？记得要一起努力过生活才是好日子。因为我知道，是因为我才会变成这样。什么？是没有办法的节奏，哦，我们牵起了对的手，嘟嘟噜嘟嘟噜，什么对你不过爱是没有办法的节奏，哦，没有办法去形容。没有办法去形容。爱不就是浪漫，爱不就是浪漫。喜欢我，像你一样非你不可。一个人与浪漫，可是呢，两颗心等于 love more。哦，我以为是有人送火箭呢，超好笑！我刚跑到旁边火箭，我想说谁送我火箭？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对你说一百个理由，带给你一个笑容，太伤心了。只要你撒浪嘿 I love you。 对方是歌手，然后我还在那边唱歌，是在 Hello。 谢谢大家送的玫瑰。喜欢了，但我想要大声地说，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对你说一百个理由，白给你一个笑容，才算什么，只要你撒浪嘿。I love you， 就是 love more， 对你不啰嗦。MV 是花店，对，你我知道，我那时候就想到玲玲的花店。
恋爱 NG， 恋爱 ING， happy ING， 心情就现实。谢谢本王送的告白气球。其实我只会副歌，几年前的、啊，可是这首歌真的很好听。恋爱 ing happy ing 心情就像是坐上一切配上自己。恋爱 ing happy ing。秘密心跳到不行，谢谢本王送的玫瑰。本王才刚来啊，就第二名了。在终于能收获的得到生命，这首歌播完就关播了。谢谢宝来送的好多玫瑰，好多玫瑰，心情都像是坐上一趟的车子。恋爱 ing 改变 ing 是到了黄昏黎明，有你都心跳到不行。什么啦？你在本来这么晚来，害我都舍不得关播了，然后一直送玫瑰哈。啊！我现在人事超短，我都不敢关播了。然后跟大家继续聊天了吗？听说，我觉得最近直播都蛮多人来看的，谢谢大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中分的关系。我刚刚直播的时候有讲过我三岁背唐诗的天才行为，三岁就背唐诗的天才行为跟被称为文青美少女的这个封号，跟服装的改变，跟心境的改变，以后会越来越多人啊。那就到九点半。今天的玲玲有魅力，所以只有今天玲玲有魅力，其他天都还好吗？谁说的？李思琪不会讲话。说真的，其实中分是不是蛮好看的？中分还是蛮好看的吧。我们其实之前就住在一个很小的套房里面，但是我们一直很努力，想要赶快赚到钱。我是打嗝。所以本文喜欢中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之前的中分跟现在的中分不一样，因为之前的中分就是没有这撮，之前的中分是没有这撮，然后。没有这撮，可是中分就会变得很平。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因为有那个刘海的那个感觉，然后不知道好像就有那种蓬松感，不知道为什么。看你的问号，气球莫残飞，用光速飞到我面前，你让我看到北极星有十字星座蓝，手你的手背当成存纹还不习惯，你的望远镜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我会耐心等待，等你有一天靠岸。
我还不习惯，一给你照片看不到我被棒球做孤单，世界再怎样可真心就能互相取暖，我的梦匆匆给你保管。谢谢本文送的小浪花，小浪花。看白鲸，像在柔软的飘逸。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想回耐心等待，等你有一天靠岸。你这浪花挺大的。本丸想要做什么？本丸想要做什么？本丸想要做什么？截图，我截到图。我还不习惯，一给你眼睛望不到我北半球的孤单。太平洋的潮水跟着地球来回旋转，我会耐心等待，你有一天靠岸。现在有99次我爱他，不看歌词其实也没有好吗？我刚才唱错歌词，我只是要看粉丝的留言跟礼物。很想执掌，我的心像一颗躲避球，停在手里的酒。耍完道理下课书走远，也爱上向前到底哪里走，如果有教授我一定要努力笑，乔比特呀快为我加油，想在这里打到他梦里仔细调查，爱的深刻还有没有复刻，想想那气扫把在他心里洗洗刷刷，不专心的念头压抑压抑都情绪拉着，19次我爱他，收了羊皮会完成，哒哒哒哒哒哒一我的想法，每天念着他的名字压抑压抑一直不唱，19次我爱他，收了头发会分成，每天准时打卡，爱上冰淇淋在这里融化。谢谢本晚上的掌声鼓励。帝王兔。道理教科书走远，恋爱想向前到底哪里求，如果有教授我一定要努力上，丘比特呀快为我加油，都想在这里打到他梦里仔细调查，爱的深刻还有没有复刻，脸上那气扫把在他心里洗洗刷刷，不专心的念头压抑压抑都清楚啦，19次我爱他，伤我眼皮会乱颤，有没有的人答应我的想法，每天写着他的名字压抑压抑一直不差，19次我爱他，伤了头发会分叉，
要他的香烟每天准时打卡，爱上冰淇淋在嘴里融化。谢谢本丸上的掌声鼓励，本丸是不是想要第一名？我等本丸第一名再广播好了。我知道本丸在想什么。二十九次的海藻，少了刺激会乱唱。要他的心愿感应我的想法。等一下，等一下 ，stop， 买生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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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买生血，买生血，买生血，谢谢大家。这样子我真的会负荷不了啦，太可怕了，你们太可怕了，你太厉害了。谢谢思思柠檬送的可爱水母。我爱他，上了头发会分享。要他的香烟每天准时打卡，爱上冰淇淋在嘴里融化。还有，你每天都会观看视频吗？那你可以和我一样，透过观看。这什么？这好几年前的歌了，《红楼剧场》《红楼剧》那时候还在《红楼剧场》拍的，我的天哪！小姐，他们捐血中心叠的，就是爱成无限量，生血当然要买。林神他有买过生血吗？你有在国外买过生血吗？有吗？好像没有吧。这个声音好高哦。9:30广播好了。真的复杂，恋爱的公式有够像，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幸福要欧帕。暑假不想自嗨收场，陪你到海边公交呀，我在异乡，花在优雅，怀念着上天堂。我为你弹奏钢琴，没人能比你到北京。我们所向的心中有你，爱上你又想到大大的嘴上的皮皮草，手牵着手呀，变情了，创意无限大，放不下。不懂神话，不懂神话。反正现在送我都可以送火箭了吧。耳朵下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幸福要我旁。最喜欢的女演员是谁，然后就跟他说我喜欢的女演员是林依晨，然后就我就在最近在想说我最喜欢的女作家是谁，然后想说我最喜欢的女作家台湾的好像真的几乎很少，就是我觉得我不知道什么台湾的女作家真的有在固定出书的
真的很少，就算有也是出那种言情小说类型的这种。可是我想看的是，就是各种书都有出的那种 女作家。本丸，你有推荐台湾的女作家？我想要知道，我想要了解一下台湾的女作家。上次推荐的不朽，除了不朽以外，因为其实不朽是香港的人，我想要知道是台湾的女作家。台湾，就很少啊，很少，对不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念念版。张希，真的假的？真的有哦，真的有哦，真的有哦！我查查看。啊，真的有哎，而且感觉很漂亮，而且她满29岁，真的有哎。好可爱的感觉哦！真的假的？真的有哎！天哪，天哪！谢谢本丸推荐。谢谢本丸推荐。还有谁？张曼娟，其实我最近喜欢那个，其实我喜欢那个，是我最近在看那个张爱玲，可是我觉得说我要喜欢张爱玲这个作家。我觉得他有点太大众化了，因为他的作品实在是太多人来看，然后太多人喜欢。我觉得他的这个已经变成一种大众市场，我觉得，所以，也没有说到特别，就是，当然是喜欢的啦，这样。我还要喜欢，因为这其实我知道的作家都是出过这一本书这种，一本书是作家没错，可是就会让人觉得他没有出多本的嘛，就是。因为我喜欢作家的定义就是一定要是固定会去买他的书，然后他出了书我就会去看的这种。张曼娟，文字都很温暖细致。还有，哪个作家？念榜吧。哦，对哦，念榜了，完全忘记了。太兴奋了，聊到作家我就忘记了。好，反正就是玲玲最近很喜欢文学，这样。可是我还没有到达很厉害，所以我只是有兴趣，这样讲起来应该就是有兴趣这样。明天是不是放假？明天没有放假，明天星期五要上课。有放假吗？明天有放假吗？明天有放假吗？学校没有放假，学校没有放假，吓到了，吓到了。
第十名先不要从第十，第九名是傅伟，谢谢傅伟。第八名是冯佳人，谢谢冯佳人。第七名是笑笑，谢谢笑笑。第六名是露露，谢谢露露。第五名是小薰，谢谢小薰。第四名是家树，谢谢家树。第三名是赖赖，谢谢赖赖。第二名是本丸，谢谢本丸。第一名是铃铃神推，谢谢铃铃神推。耶、yeah, ！我要点名。现在谁还在？现在是家树，家树还在吗？家树感觉不在了。嗯，说谁的？家树还在里面吗？感觉很久都没有在了，好吧，放弃，那先这样吧。怎么变第六名了？对啊，本来入第六名，嘿，想截个图，好了，大家晚安，大家拜拜。只是想该点累累了吧。来，好啊，可以啊。因为我知道有些人不点，他也会写，所以我就不点了。但是我蛮想看加速限动，因为加速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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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发我的限动，我也装什么可爱？我要来说，我看一下。本丸很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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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发我的行动，好好笑哦！还有谁？玲玲最喜欢火箭了。玲玲最喜欢火箭，玲最喜欢火箭。对啊，没谁不喜欢火箭。你抛文就会写。家属应该在祖祖那吧。好 ，OK，fine。好啦，拜拜，大家明天加油，大家明天加油，对，记得今天过好明天，加油，好好过日子就对了。我说限动啦，那是贴文分享。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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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你们！我想截图，只是我好像发现我这样的话就没办法截，所以我还是想要截一下。本丸记得要补档哦，记得补档。期待如如今天的 Lipo， 拜拜。